慈心救狗，护主得生。从前有位读书人，名叫林北少。他自幼失去双亲，由亲族抚养带大。北少天生聪明，打算日后进京复考，取得功名。更难得的是，他有一颗慈悲的心。快点拿去丢掉，太晦气了。什么事？怎么回事呀？大伯大娘请留步，你们要带这四只小狗去哪呀？北少呀，我们要将这些小狗丢到河里。啊？为什么？哎，你不知道，我们先人有交代，家里母狗如果产下四只小狗，是很不吉祥的凶兆呀。对呀，况且他们的妈妈生下他们后就死了。所以不赶快把他们处理掉，恐怕家中会带来灾难。千万不要啊，大伯，这么可爱的小生命，不要杀害他们呀，请你们让我养他们吧。这个好吧，谢谢大伯，你们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哈哈。于是北少将四只小狗带回住处，一人四狗，生活和乐融融。他依狗的毛色取名小黑、小黄、小白、小花。小黑大胆勇敢，小黄好奇心重，小白爱漂亮，小花胆子最小，所以北少最爱护它。朝夕相处，小狗们与北少建立了密不可分的深厚感情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，帮你们洗洗干净才会香喷喷哦。小黑别乱动啊。哇，哈哈哈哈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北少在帮小狗洗澡呀。狗有几斤重啊？太好了，一黑二黄三花四白，真香啊。哇，你们别想动他们的歪脑筋，我们只是觉得他们好吃啊，不好可爱啦。别怕，我会保护你们的。日子一天天的飞逝，小狗也在北少的细心照料下长大。大考之日终于来到，北少拜别大伯大娘，准备复考。大伯大娘保重了，你们四个也要乖乖等我回来哦。大家再见，我出发了。啊？怎么？看来他们是舍不得你走啊。北少，你放心去应试吧。哎，对呀，我们会帮你照顾小狗的。我还是带他们一起去吧。于是一人四狗快快乐乐地出发了，一路上翻山越岭，互相照应。要变天了，太好了，前面有个破庙，大家赶快进去。差点变成落汤鸡，什么味道，好臭哦。小花别怕，大家都在啊。谁啊？哇，救命啊。小黑救命啊！我快喘不过气了。
谢你们救了我，谢谢。人心爱物，犬独有情，循环救护，家化永存。如果能以将心比心的慈悲心去看待每一个生命，所有有关放生的质疑批评你都将迎刃而解，所有有关放生的谩骂与阻扰都显得过虑多疑，不够慈悲。